是现在老师看，就是老师看一下，就是上次因为老师说要模拟300K， 然后0K 吧，但是就是像上次讲的，就是因为它两颗原子会互相靠近，所以就是它已经没有办法，因为我一开始只有放一个高熵进去，所以它不知道这个结构是什么，对，所以就会就是会出现就是它没办法辨识的结构，对，然后我现在就是我在算那个。就是我现在已经，我现在在就是算那个双元素的部分，嗯，然后现在是已经 OPG 完成，然后再准备做 MD， 对，但是有点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因为我 OPG 完，它好像它会出现，就它是有突出肿的这样出来，但是我这样我觉得它可能是没有熟练，所以。他没有，这这边都不用管它，这边是、哦、这是双梯度还是单梯度什么的问题，都不用管。哦，那这样应该是没问题。其实他好像没有验算过。可是对啊，可是他 MD 好像有点问题，在现在是要跑 MD 的部分。而且那个持续要有没有加大？有，就是这个。他现在，然后那个 smearing 都是Matthias Paul 他帮你产生就有这个关键字了，是不是？对，所以我们那个在我们那个程式的时候，里面是也有 code 的，所以他就是给你是 code， 是不是？对，他给我们是 code。OK， 对，所以其实他现在好像会不太能 run MD 的部分。就是因为 OP 还是昨天晚上才 run 完，所以我还没有太多时间去 debug， 对，就它会出现是这样子。但 MD 的 input 的应该，那后面那个出现问题都不是啊，这个是中频度、单频度的问题，它是这个什么？这是 MD 的，对。就表示没有对称性了、哦。run MD 的时候好像都要是零哦。对。其实我还在处理这个问题。然后是因为与 yes 才是非对称嘛，是不是？可是好像 false 还是我昨天看了一下是 false 还是对非对称。就是它的。原始默认值是 false， 对，就是他说如果是 true 的话，对啊，对称性不使用啊，要 true 啊。昨天我好像也试过用 true， 但要遇到我等一下再试一下。就大概这样，然后。就是给老师看一下 QE 的，对，就是这个是沿用操作不赖哈，对，这也算是沿用学长之前的，但我稍微改一些东西，就是这个题目的话，就我主要是我有拿一些 MS 那些题目，就是有点像老师刚才讲的，就是把 MS 的那个题目，然后拿来用 QE 来做一遍，就是或者是附上你的 protocol 可以啊，测试 Q 哦，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从零到五十，然后叫他们画出看什么时候会稳定这样，对，就是看那个能量什么时候会达到稳定，在 K 放点多少的。那个 QE 铝的 electric constant 网络上有范例呢。对对对，应该可以算得出来，只是我是只有算到木尾，目前还没算到。对，好啊，那就 QE 我不放到网络的连接了，当他们上的时候就直接用我们投影片来上。好。可以，很好。对，大概就是这样。好，那我们 P 的时候收敛了吗？因为上次那时候，
用了那个拉伸的扣，你都会吗？就是拉伸的那个脚本，对对对，就是已经可以跑起来了，但是 micro feeder 还有一点问题。好，对对，可是快踩的是可以跑到最后，没都没有问题。好 ，OK， 对。对，就是我。接点了吗？其实他很早就接近，只是我上次有载那个，因为我需要那个我那个，就是我们老师不是之前那个双结构 HEA 那个需要那个 MC 的那个 LAMPS 的模组，所以我 LAMPS 又重新载一次，然后那个 LAMPS 载一次好像位置会改变，所以什么意思？就是他对不到那一个，因为我那个 PSO 会用到 LAMPS 的位置。那他的，所以他之前撒的那个就会全挂，对，因为他找不到那个，像这个 lens 的位置会自己更新，然后因为我重新载它会更新，所以就是重新载会更新，对，那个时间会更新，所以后面那个他改他那个我们当下安装完成的时候的那个档案，然后它会洗掉，对，然后他就没办法去定位说。我们的那个 lens 在跑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是我们的态势之类的。对对 对, 對, 對，我看一下我那个。哦、对，脚本里面都要看，就是他是先前丢出去的脚本会没有办法找到这个档案，所以他就我那个，因为你那个 lens 重新变异了嘛，对不对？对对 对, 對，所以就会找一下那几个。那干脆我们在编 lens 的时候就把它统一的档名好了。好，就是懂，就是这里它会那个，这、就是 PSO 的。我知道。对。所以就是你在编译 lens 的时候，干脆，嗯，我们以后都把它固定档名好了。好，好。就是刚才那太麻烦，因为我当初就是要看它编译是什么日期。好。但是这很笨，因为你 ls 就可以看到它的日期了。那我现在就要先添加来改，还是等 run？现在是还没 run 太久，反正 lens 你们都是用脚本来编译的嘛，就是用 pro， 对，那最后的躺平你就把它固定成 lens 就好了。哦，那就等我这边弄完再。对对对。OK。因为用 ls 2 l 就可以看到那个档案日几号变出来了。好。没有差了。好。然后再来就是。那刚刚怀里那系统有稳定的吗？因为我记得上次弄到2000步的时候，它也是 standard 蛮小的，但它还是会 loss order， 对，因为它的 finish 还是很大，就是大概在它跑到2000多步的时候，它的 finish 就不会像现在降的那么快，对，就还是350那边，所以因为不是照理说要 finish 大概。各位数才会稳定，才会误差才会小嘛。对哦，对。那所以几乎都不掉。现在目前是都几乎有些都还是会出现 loss。所以这个不会再继续降了，是不是？会，只是幅度会越来越低，那个 finish 的那个降的幅度，不会一开始都还蛮快的，就是从。从400多就一直等到一直降到300多量，对，然后他跑到2000多步的时候，大概在350，平均350，他现在是跑到100多步，是哦，降的没有那么快，但是会降，他要跑很多步才会再找到一个新的山势。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要不要拿其中一个把软度那边给打开？什么意思？你的脚本比这个好。拉下去，我们后面有把它 mark
分起来，就是说每隔五十步要乱的把它打散。哦，把它打散。哦。这应该是学到后面哦。有一大段我们 mark 起来，就是在最后面，对对对，这边是要把它打散。对，这个就可以收集的更广了。哦，就把五一这边的这个几只哦，把它打开应该就可以。哦，下面这边。哦，那我再试一下。然后今天看的黑文就是我在就是这个高端核心，然后它受到这个 BDD 高端核心它受到冲击，压缩它的插排的引化。我现在正好就在做这个项目。对啊，就是最近光电系的老师找我合作，是类似冲击压缩的，镭射光照下来，它会给一个振波，然后看镭射照下来对它的影响。哦。那它的话就是那里面就有一个模组在模拟镭射照到表面运动的情况，对，好，对，然后就是它会有一个 edge dislocation 的那个结构，然后这个 edge dislocation 它会迅速的扩散，所以它不会形成软筋，然后它主要就是比较就是纯金属跟三种元素的高端合金，然后他们的插排的变形，然后他有用那个 EAM 的势能跟机器学习的势能去做比较，然后他用了107万8920颗原子，然后这是他的 box 大小，对，然后他是在 X 轴和 Y 轴上沿周期性编制去做那个冲击的。然后就是用这两种式，然后结论就是这边第一张图，它主要是说就是它的 EAM 跟机器学习势能就是都跟 DFT 都蛮接近的，就是可以显示出它这个准确度是这样，就是离 DFT 的。DFT 的值是绿色的，对，那 EM 是这个粉红色的实心圆的，对，然后 MLP 这边都跟 DFT 的蛮接近的，然后图二的话就是主要是说就是它是受它这个插排它会随着那个它的冲击方向，就是它冲击方向是这个Z 轴的方向，然后它会沿 Z 轴的方向一直移动，就是随时间的变化一直往冲击的方向移动。这也是镭射照到表面吗？就我不太确定它是，我一开始以为它是冲击，就是撞到表面，不是镭射。可是它有说它波，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就镭射加工把一个 impulse 打下去。对，因为可是它没有提到镭射。然后这块你不是有画掉的，对不对？就是，然后是说这个，像第八个，哦，对对对，这个就是用那个 CNA 去做，对，然后就是他这边主要是用这两种，他说这是高伤合金，然后这两种去比较，然后他们在三元的高伤哦，对、啊，因为他上面写这是 HEA， 但我不知道是，好，对，然后。就是在这三种不同的速度去做 CNA， 然后就是发现速度越快的冲击速度越快的，它这个 dislocation y 就是它的宽度会越来越大。对，对，然后这边就是那种高伤跟单元素的去做比较，就是在一定的 shock 的速度冲击速度，然后。去比较就是他们插排的宽度，
对，就是显示出 HEA 他们就是这种插排的宽度是比较多的，啊，单元数是比较少的，对，就是它这边有一个 supplement， 这边是讲到单元数的部分，就是它的 dislocation wide 就相对没有这么多这么厚。再来就是 DFT 跟 ML， 就是机器学习势能的，就是结果，就是他们都蛮接近的，就是机器学习势能跟 DFT 的结果是蛮相近的。然后这一个是他用那个，就是机器学习势能，他是用我们的 DPND 吗？在他们自己放？他好像不是用 DPND， 但他是写这个。MLIP， 但好像应该感觉不像是 Deep ND 的。好，对 ，OK。然后再来的话，这张图就是在显示它的应变，就是越高应变的话，它插板会就是会越来越弯曲，就是原本是直的，然后应变随着应变提高，它的插板。的这个会越来越弯曲，然后这个就是它这张图主要是说它的局部应力的分布，就是它的单元数它会就是简直算是一种 staking for energy 的热，然后钼跟钘它们会蛮稳定的，就是呈现就是只有单一种颜色。好，对，然后高熵的部分就是会蛮不稳定的。然后就是左边这边就是主要是说就是在比较大的剪切应变它会比较稳定，像高熵这边就有一点在就是有一点负的，所以它就会呈现不稳定的情况。对，我也有那 NO 有在用吗？有就是对，因为那个现在就是都会，我现在如果把 PPT 载下来，就是它会存在那个上次那个资料夹。对，然后自动 import 进去嘛。会。对。那就是每要更新，教一下新生怎么使用。哦，好，那我。然后还要每个礼拜记实验室那个 meeting 的 PPT 还有投影片。那他们都是有确定自己知道做什么？对，你家作业做完之后，哦，就是说，对，核赛屏幕，好，对，然后还有实验室的任务分配，等也列一下，提醒同学，就是有跟他们叫他们先分配，